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未完的人待续，无所畏惧，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。首先恭喜大家，你们都通过了季度集训考核，成绩单就在我手里。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成绩排名。第一名曹菲菲，第二名吴小慧，第三名小东，实战科目是第一，技术和经验都比他们强。
他就是体能差的呀。你看看他，他体能是最旺盛的时候，这自然规律，谁都逃不掉。就因为无能为力，所以才难过。我开的够猛的呀，这个体能强。哎，海清，到哪儿了？啊，你快点开呀，别心疼油城吗？孩子，油门都要开穿了，极限了。你啥车，我啥车呀？跟您的车能比吗？你可得了，你早就告诉你换车了，你非不换。你老开这车救人，你车坏了还得救你。各救援队队员注意，各救援队队员注意，山道转弯多，路况复杂，减速慢行。事故现场情况不明，安全第一。听见没，猴子，说咱慢点呢，安全第一啊。对对，不包括你啊，你赶紧开，我到了我就直接开始了，不等你了。哎，不行啊，你一个人太危险，必须等我，听话啊。喂，猴子，让省点心行吗？喂，哎，哎，是你过去了吗？啊，不是，你错了吧？你往哪儿开了？跟我开呀、啊！赶紧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啊，行行行行，我错了，错了，掉头，掉头，马上，马上。赶紧的，跟上。陈政委，陈政委来。好，放这儿。小心啊！出来把手给我好吗？不要紧张，我先救女士。别跑！别动！别乱动！别乱动！不要乱动！我的老公怎么办？求求你了。大家先走，你们不要等，我带你们两个一起上去好吗？海星，放下。好。别紧张，没问题，你往后退，退一点。好，可以停了。拉住我的手，慢慢出来，一定要慢。现在不要动啊，好吧。我说啊，这可能承受不了你们三个人的重量，所以你看有没有别的办法。你别管了，一会儿我叫你拉，你拉就好了。慢慢站起来，慢慢站起来。姑娘，两手不要抬起来啊，不要抬起来，尽量抓紧我，好了吗？海星。大强，
救护车来了，坚持住。 人全都救上来了，今天我们可以早点收工了啊！你为什么要单独行动？我跟海星两个人。哎，你俩人。<笑>我怎么说你们两个的？行，不是，刚才的情况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少听你那点经验，我们救援队的人哪个不比你经验丰富，哪个不比你干的年头长？但是这次我实在是离得太近，车速还快是吧？不就，谢谢你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是，你回去好好养伤啊！谢谢。救人你也得听指挥呀你！我这不堵车，冲过来一看人在那儿，我不能不救啊！救人是第一位嘛。对，救人第一位。可是你自己得首先保证你的安全，才不会给救援工作增添不必要的、不可控的风险。 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。哎，就是有点晚，为你签名手术买的。你这哪儿晚了点啊？你要是太早了，早了11个月，这是明年生日礼物吧？看你话里全是怨气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要支持我工作的。我还不支持你工作？我们认识快3年了，在一起的日子掰着手指头也能数得出来。 这样下去可真不是个事儿，我呢今年34了，我爸妈呢也催着我赶紧结婚要孩子，毕竟他们年纪大了，想要抱孙子。你呢，行侠仗义闯荡江湖也没个头，你觉得，要不然我们干脆就……你想结婚呀？你直接说就完了，绕这一大圈。我随时，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吧。 然后呢？然后，什么然后？喂，你好。哎，请问是51女士吧？哦，我是。啊，武天义是不是你父亲啊？是啊，他是我爸。又喝多了，现在人在我这儿呢，在居委会这儿，你过来一趟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啊，谢谢。 大鹏，我爸那边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得赶过去看看。这，要不你先吃，多吃点啊！回头我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天，你说说你这。 怎么这么乱呀！哎，别喝，自来水怎么能喝呢？该拉肚子了。那我给你烧热水，你自己歇着啊。没上班啊？都几点了，我还上班？再说了，我不来，谁给你交钱呀？你说说你啊，砸人公告牌干嘛？连赔带罚，扔。 12，12，早知道报警了得了。我这旧账还没还清呢，又给我加层霜。爸，我不求你帮我做什么，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行不行？别给我惹麻烦，啊！明天我要去参加个活动，新加坡。 泰国、日本、韩国，连去带回28天时间，因为我的首饰都是商家赞助的，很贵重，非常贵重，特别贵重，所以我想雇个贴身女保镖，一定要是你们这成绩最好的。你们最近都接任务了吗？哎，永航，到，去赵总办公室领任务。是。 刚说完就接任务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就这三个男的了，还有这两个女的，跟着歌手一起去巡回演出，走六个城市，前后加起来得60多天。小顾、大妞，到，赵总办公室领任务。是。我儿子6岁了，想要去上海看他的爷爷奶奶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就想故意个人过去。 你10点钟到亚视集团取个重要文件。 然后开车到智荣建设，请总裁侯志荣签字盖章，12点之前把签字盖章的文件送回亚视集团。没了，就送个文件。是的。那同城快递跟闪送不也可以吗？客户说文件很重要。重要他不自己去。就你话多。不是你这什么态度？工作不分轻重，都要认真对待。知道了。 你站住！你耍脸子给谁看呢？给我自己看。成绩不如人，拿不到更重要的工作，生我自己的气不行。我可告诉你，就你这成绩，如果夏季的考核你再落后的话，就会被淘汰，到时候你连送快递的资格都没有。 哎，等一下，拿公司拿一层的。闪送28楼智荣建设，过去吧。哎，谢谢。 小王，侯爵来上班了吗？好像没有看见他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好，你好。 我找侯总，我这里有份限时专送急件，需要他本人亲自签收。侯总，亚视集团的人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侯总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神鹰按摩的51，亚视集团让我给您送份文件，需要您签字。 谢谢。喂，智荣建设的王秘书吗？我是大楼物业，有份文件，你马上来取一下，需要你们法人签个字。
喂，爸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你怎么上班永远迟到啊？我这打电话呢，一会儿再来。我不是迟到，这堵车没办法呀。啊，你放心，马上就来了，别急啊。你咋？好久不见，侯总。小伟。喂。喂，爸。你不接我电话，还让保安不让我上来，没想到吧？一件简单的快递服，加上一个过了期的工作证，我就站在你面前了。喂，爸，里边谁啊？小安，特别意外吧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啊，小伟，小伟，你能把刀放下吗？咱们俩有话好好说话，好不好？好好说话，没有这把刀，你会跟我好好说话吗？里边谁呀？啊！我为什么不接你电话？那是因为我想让你能够冷静一段时间，等你冷静下来以后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冷静。什么冷静？我从公司带走我自己的设计方案，你说我侵权，你让我冷静。小伟啊，那也是你在公司在职期间设计的呀。那是我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自主设计的成果。你答应过我的承诺，你自己说你兑现过多少。是小伟啊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人吧，告诉你吧，人做事情啊，他的思维不能太狭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一个人的心胸他有多大，他的成就他就会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小伟，已经三个月了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再聘用我。抱歉，我彻底毁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背后。小伟，你千万别冲动。小伟，把他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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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了。马总，马总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你别慌，怎么了？胡总被劫持了。小伟，你千万别冲动，你听我说，你提任何要求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我都……小伟，你别冲动，小伟，你别冲动。喂，小伟啊？谁？我是马勇啊。挂了，把电话挂了。不。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，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谈的。只要你保证侯总的安全，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的。马总，你还真的不愧是侯志荣的半个儿子。跟你谈是吧？一，立刻给我转账500万。第二，让他当众陆水平向我道歉。不然我现在就宰了他。别，千万别。公司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现金呢？啊，要不你折中一下怎么样？我可以立刻给你转200万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堂堂侯总的命还不抵500万？好，300万，1000万，500万，我把公司账面上的所有的钱现金全都给你，行不行？小伟，还有一件事，侯总啊，侯总他的血压非常的高，医生说他一点都不能激动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侯总啊，你的那个心脏病有没有犯、啊？别废话，快点！小伟啊，我的心脏好多年都有问题，你刚才那么一下，我心跳好快，我心脏难受啊，小伟。你装什么装？打劫知道吗？打劫！快点把钱拿来！怎么开始？哎！碰到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就是差一点点啊！一点点你搞啊！你赶紧弄上来吧！能不能给他送一杯水吗？我喝水。你给我老实点，听见吗？
那样他会心脏真的会出现问题的。就一杯水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小秘书，就一个女生，你不用怕，什么事都不会有的，就一杯水。行，就他一个人进来，如果让我看到其他人，我马上弄死他。啊！出来！谁呀？谁呀？我送水。把水放那儿，放那儿。我得喝水。董事长得喝水，我能不能拿给他？把水给他，快！我还得吃药，我心脏在这，我得吃药。董事长有心脏病，不吃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吃药？药在哪儿？在那个柜子里面。你去拿，你去。我拿。别耍花样。我这拉不拢。你演什么戏呢？给我起来！什么你？12点之前，务必把签字盖章的文件送到亚氏集团。一上班就迟到，我们爷俩差点连面都没见上。你让人挟持了，跟我迟到有什么关系？别给我绕弯子。公司的规章制度对你来说算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啊！血压刚降下来。一会儿血压再上去了，我又成了犯罪分子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个犯罪分子。你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成为我们侯家的千古罪人。我干嘛了？我千古罪人？你跟我说让我给你一笔钱，让你自己去创业，我给了。结果呢？钱赔了个精光。钱赔了没有关系，关键是有没有让你自己明白你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真是要遭遇什么不测呀！我不知道你会用几年的时间把智荣建设给干倒闭了。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。他至少做工作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人还聪明。但是他是外人，外人会有外心的，我们不得不防，明白吗？爷爷把公司传给我，我再把公司传给你，我们是家族企业，你能不能做好啊？我跟你说，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气到被你气死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老头儿，哎，明天开始好好上班还不行吗？明天我就开始好好上班啊，你也别气了。入职第一课，我教你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说，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伤害到客户的利益。
我听不见。永远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伤害到客户的利益。明明是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，所以客户才会投诉你。怎么，资格老了，脾气也见长了，知道处罚规则吗？一个月不能上岗。回去，反思反思，写检查。是。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想去吃火锅。我在开会呢，今天一天都没空。我相信你能自己挺过来。小侯总好。好，小侯总好。好，早上好啊。Hello， 小侯总，小侯总，小侯总，哎呦，这是干嘛呢？这么激动？小侯总，小侯总，侯总还好吗？侯总没问题，已经回家了。加油，开心的一天开始了。小侯总，你想喝点什么？是咖啡、茶还是？咖啡。哎，丽丽，你叫他们把我这椅子换一下，坐着不舒服。小侯总是这样，公司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按侯总的要求统一配置的，我没有这个权利。行吧，冲咖啡去吧。哎。侯总的要求，侯总的要求，小侯总也是总呀，是不是？侯爵，我们见个面吧。是不是？月月在哪儿呢？七贤路美露酒店。好的。怎么还没到？七贤路美露酒店0237，我的大眼猫，你不会又是迷路了吧？快来，我的爱。哎，这么巧啊！车借我用用。干嘛呀？这么着急？还不清楚。你慢点开啊，别违章。什么时候买车呀？带个步。你约这儿来干嘛呀？白泉就在这附近住啊。谁？给。谁的？看看吧。黄月白泉会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好啊，就是给你看看，不是给你的。以后别再一天800条的微信给我发呀发的啊！我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，你再这么给我发，我只能给你拉黑喽。不是你回家一月，怎么还跟人结婚了呀？真的假的？这都不重要了，亲爱的，吃一堑长一智吧。记住，有些女人是不靠谱的。我走了，拜拜。
不是，别不靠谱！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也回，怎么就结婚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各自安好吧，再也别见了。是给我踹了吗？我刚刚是被踹了吗？大鹏，你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明天就交稿。房卡了，帮我开下门。你是住这屋的吗？是。你等一下啊。前台，前台。哎，收到。0237的客人说他没带房卡。是不是他？谁呀？真的是发小卡片的。让客人报一下入住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。来，跟你说吧。我知道。朱大鹏，44-0303-1986-0906-0017。身份确认，可以开门。你俩不都分手了吗？干嘛呀？他这是要……他没有文化。哦，胡他说道说道。他会对我动手的。太不靠谱了！你别动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哎呦，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周大鹏，不是。你
解释，我真的没有出轨。十一啊，我真的没有出轨，你相信我。你站住！是灵魂与生俱来。